来，咱们看一下上节课呢，咱们看了这个关联查询，对不对？那顺便把关联的东西再看一下，那再看一下关联的删除，好吧？刚才咱们这个，我再保存一下，保存3.PRT， 看一下关联删除，我把这几个先去掉，我把 U13 和谁关联呢？和 test 的，对不对？那 T 打印一下，打印一下成功与否，使用谁啊？到了符 user 里边的，用 R 下划线 DLET 删除。它删除的可不是一个，可以删除跟它关联的表。如果跟它关联表有五个的话，是不是一起删除啊？写五个数组就可以了，清楚吗？现在只有一个跟它关联的，所以咱们只写一个就可以。对吧？然后关联的表叫什么？是不是就 test 的？关联的字段叫什么 ？UID。你看一下，它会删除几个？我如果就想删除一个的话，你外边比如说这写上什么？假如删除两个，删除一和二的，对吧？你这是可以写条件的。那既然用户删了，那跟用户有关的这个，比如说用户信息。也就没用了，是不是这意思啊？所以顺便全给它删掉，然后返回来的就是什么？删除的个数。有错误吗？啊，那我现在再写也没用了，因为刚才已经怎么的？对，已经删掉了。但是我可以有一个还留着呢，谁啊？对。看一下，删除两个，因为这里是不是一对一的 ，ID 等于3的，这个 ID 等于3的，是不是两个都删了 ？delete 对不对？两条语句，所以删除也是关联的，一起全删，听懂吗？这里边我只提供了这两个，关联删除和关联什么？关联查询，这两个是用的比较多的，没有做关联插入。这样的话，你可以自己在 module 里边组合。那什么叫关联插入呢？比如说用户表和用户信息表，对不对？这两个吧。这两个可不可以用一个表单？可以吧？那假如说用关联插入的话，直接一定要关联插入一起把两个表都插入，清楚这点吗？这叫关联插入。咱这个没提供那个功能啊。其实那两个关联插入和关联更新写起来是比关联查询还要简单的一个东西。这个呢是留作扩展的东西，所以呢就没有继续往下写这个。好，既然查询这个东西没问题了，那咱看一下。再看一下统一接口，一共还有多少个呀？那咱们就分别看关联插入和更新，还有删除，对不对？一个一个看了吧。那咱看一下这个插入语句。插入，你想象一下，你怎么用插入是最方便的？怎么插入最什么方面呢？也就是 circle 语句是怎么写的 ？insert 就是这个，上面我还回到刚才的 user 表，有这个表吧？对不对 ？insert into， 然后呢，插入表名，对不对？然后这块什么对应的插入的几个字段，还有呢？对 ，value 值。VLUE 六值，对吧？那这里边如果用关联操作的话，有几个字段，是不是有几个问号啊？这样做是不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啊？对吧？那现在咱们这里边，这只是咱们说底层上咱们是用 SQL 语句这么实现。那真正关联操作的话，最方便的你看，表单接收过来的是什么？是 POST，
那假如 cos 的，我现在没写表单啊 ，ARAY 这里边加上，你看啊，下标 ID 用加吗 ？child 的时候，组件的东西是自动增长的，一般都是这样吧？任何一个表你都可以提供一个什么组件自动增长的，是不是？多提供了呢，有的时候这个没有必要用上，那你最好也加，明白？而且名称呢，名称这里边我设置了，你起什么都行，比如用户表起 UID 行不行，对不对？文章表起 AID 行不行，都可以，没问题啊。但是你最好起 ID 这个名字，是不是所有表都统一了？咱们这个框架是你起什么名都行，但是有的框架你必须起 ID， 因为它没像咱们自动从那个库里边把那个组件取出来，它是怎么做的呢？它就直接当这个表有已经有 ID 去操作的，听懂吗？所以用好多框架的时候都必须得写 ID， 叫别的名不好使，咱们随便，听懂吗？那数组这里边比如说有名字吧，提交过来的 POS 的里边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这个，然后有年龄吧 ABC， 然后有性别吧 Hello， 随便你看一下，是不是还有 email 啊？我不写的话，它就不会把那个组合乘法的条件，明白这意思吗？那还可以写什么？假如说 sub 等于，数据库里边有这个 sub 字段吗？没有吧？我意思是写一个多余的字段，比如说叫做什么登录，或者是叫做什么添加，有可能表单你会写这个名称，是不是啊？那一定要记住，表单里边写的这个字段下标一定要跟表对应。我这里边做了一个过滤的机制，也就是你有不对应的就直接把你去掉了，不把这个放到 circuit 这里边去，如果把它放进去就会怎么呢？是不是会出错啊？过滤的机制啊，有几个怎么的，你要不对应的话那肯定插到数据库了，对吧？不对应你得写一个转换的机制。那看一下怎么做最方便， user 里边直接调用一个 insert，你说我这么写能不能插进去？咱赌一把能不能插进去？赌一顿饭呢？你说能还是不能啊？不能啊！我看谁说啊？我先把这表查一下 ，select， 进 from， 从 user 里边，D31 下划线。user 里边对不对？然后我ordr old by id desc 倒序对不对 ？limit 我查两条，是不是现在这个67和66？如果有一个68的，是不是就可以了？哎，这顿饭吃的肯定能好吃，进不进去啊？耍赖这是没看见，进去了吧？因为什么呢？看一下这里边，直接调用户表，表结构什么都有了，对不对？然后这个表单传过来的 POS 的，对吧？只要是表单传，咱们通常是不是只用一种方式，就是 POS 的，对吧？但 GET 也可以啊，对吧？但是咱们有那么用的，那 POS 传过来，这里边又跟表字段名写对应了，那技术上就可以实现往表里边插入，是不是啊？那怎么实现呢？因为 POS 的超全局数组，超全局数组只要在访问的脚本范围内都能找到吧，在这方法里边能不能找到 POS 的，可以吧？如果不传的话，这里边默认 POS 的，如果传的话你可以怎么的，就是数组，对不对？那假如说有一些 POS 这里边接收过来的不是咱们想要的怎么办呢？里边假如说字段跟它不对应的，假如这里边我假如这个是性别吧，我叫性别二，你起名字是不对应，对不对？那我怎么办呢？直接到了下面 POS 的，你表里边是不是叫性别啊？你这么写，然后把谁啊？对，性别二，是表单里边把性别二那个就转成了性别，是不是将这个数组跟表是对应的？但是你写这一条你会麻烦，对不对？什么样的不麻烦？就是表单和表一对一的一直对应的，是不是就不麻烦了，对吧？那再有你看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密码，这个是不是有啊？那假如这里边存密码，你提交过来密码肯定是文本的，对
不对？那你可以怎么办？比如说你提交过的密码 P 这块 PSSWORD 是不是这个等于这块12345 6，对吧？然后这块你就可以怎么的来一个转换 PSSWORD， 对不对？然后里边加什么 PSSWORD， 外边加个 MD5， 这样的话进去的值是不是就加密了？如果这里边有时间的话，你想象一下，假如说有一个文章添加时间或者用户添加时间 ptime， 那我可以直接怎么办？是不是把当天时间付给他？是不是就搞定了？那这里边如果表单没提交过来的或者提交不对的话，你可以处理一下，也可以把没有的表单补上，那最终这里边是不是查进去了？可以写这个 POS 的数组，也可以不写，对不对？或者把 POS 的数组转成别的数组 $DTA 等于 $POS 都可以搞定。当然你要改成别的数组的话，这里边就得用存数组了，因为它这里边只认什么 POS， 对吧？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咱们现在是不是刚这一条写句之后写的是多余的，对不对？告诉你可以转一下，你看最后一句是不是这样的？我这里边里边都实现的是用问号的参数，只不过在这里边怎么的转了一下啊？数据表里边有一个没对应的性别，是不是啊？是性别二的，对不对？刚才所有都没有。那你看一下这块是把 MD5 加密了，对吧？性别刚才没存啊，年龄我存也必须，它肯定到什么了？对，现在我再一插入是不是就好了？你看一下有几个字段，有没有名字、年龄、密码、性别，是不是都有了？对应的值是不是这些？两条语句相同的，对吧？我连执行两条，你们有没有？它没插入吧？是不是空？那这个方法，假如说你想象 insert 语句需要条件吗？和新那些字段什么组合吗？没有需要的吧？这样写是不是已经可以了？但这里边还有一个机制，什么机制呢？你表单里边输入数据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你看一下，我这里边比如说就拿名字 B 标签斜杠 B 标签，夸张一点用 H1 斜杠 H1， 你看一下，或者是这里边别人攻击用什么 Scratch 或者是 A 标签，这是用什么了？这个不行，这个完了之后怎么办？加密在 Hello 这块行吗？ Hello 这块这个字段还不知道能不能存，怎么呢？能不能存那么多，试试吧。你看一下两个文本字段，这个听我 email 吧，这不叫，这个应该怎么的？字符串我记得没设置那么长，对不对？我再加一个，比如说信 email 这块 ，email 可以长吧 ？email 这块加上 aa 圈井号吧，随便。加个 A 标签斜杠 A， 加个 A， HIF 等于这个，你看一下用户表单里边有没有可能输入这些信息，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吧？那他输入正常信息也没问题，如果你页面是 DIV 布局的，他输入一个 DIV 有可能把你页面给怎么的是破坏了，所以咱们这里边又把什么做了一下这样处理。少了什么东西吗？哦，带引号里边，带引号了啊。好，这个咱看一下，你看一下是不是值也是这样进来的？这取出来看到这样，对不对？但你看数据库里边看一下，变成什么了？对吧？那我取出来就不是事了吧？因为这块已经现在这你看到的这已经是实体了，在页面取出来，对不对？对吧？这样的话就不怕用户在表单里攻击你了，对不对？
所有的表单，只要你输入了表单，现在是不是两个都有这个？是不是都帮你解决了？对吧？还有一点，数据库里边有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啊。数据库里边，我来个双引号，加个写。表单里边出双引号的，这个咱们后边在做项目的时候会给大家重点讲一下。双引号能入库吗？试一下，我再刷新一下啊。你看这是不是双引号？怎么的？看到了吗？是不是 QOOT 啊？对吧？因为已经在表单里边这块已经给它转了，对不对？双引号是不能入库的，记住这一点清楚吗？单引号、双引号一般在看里边看不了吧？对不对？所以都得转一下。所以有的表单你这输入过来会有一个问题什么呢？任何表单到你服务器端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题，都会默认给你单引号、双引号加上斜线，明白？这样的话在输出的时候你还有斜线就很乱，对吧？所以这里边处理了两个东西，一个实体，一个这个，知道这点吗？这样的话直接是完全可以用了，要不处理的话你都很麻烦。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这块你看啊，如果我不想处理，有没有表单说故意就让用户输入这些标签的？有吧，对不对？那我第二参数传上假值或者是零值，总之是一个假的条件，对不对？对吧？那你再看一下出现什么结果，这块显然都乱了吧。只要看这儿是不是没处理原型进来的，对吧？你看这原型进来那个 D 中间的双引号进库了吗？是都没进库啊，对不对？所以要明白这个问题啊，我传个假值就不处理了。那有的人问了，传真值是默认是真值就全处理，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到，就是什么？一个表单里边有十多项表单项，只有一个我不想处理，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假如说这个添加内容这块，你看啊，管理登录，假如说在内容管理，比如说添加文章，看好了，我上边这些所有东西是不是都要把那个用户输入的这个标记的东西全过滤掉啊，变成实体，对不对？但是我这里边允不允许用户输入这些标记，可不可以啊？变成 B 变成 U 变成下划线，对不对？加个图片之类的，比如说加个表情，对吧？或者上传张图片，我就不上传了。这些你看源代码是不是都有标记啊？那这些标记如果不让它变成实体的话，在页面显示的还是这标记，而不是那个图像出体实体，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问题啊？但是其他得处理，所以这咱们这里边还支持一个功能，就是这个假值，如果你写成是一个数组的话，你这里边写哪个字段名，哪个字段就不处理，听懂吗？那现在我想，比如说，我想是 name 不处理，或者是什么年龄不处理，所以在 name 和年龄上面如果有 HTML 标签有双引号，他们两个都怎么的都不处理，而谁没写啊？ email 是不是没写啊？所以是 email 处理啊。这里边了解这个参数作用吧。假值什么意思啊？都不处理假值，对不对？真值是都处理，不写是真值默认值，对吧？你传一个数组，数组里边写哪个字段名哪个就不处理，清楚这点？来看一下，我如果我刷新一下，你看一下啊，我刚才写的是名字不处理啊，是吧？ date 里边名字不处理，只处理 email， 对不对？刚才没保存，刚才是没保存啊。你看一下，是我名字没处理， email 这个是不是处理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边是第二参数的作用，这是插入咱需要注意的地方，直接传一个数组，数组里有什么直接入库，
对吧？那成功返回什么？失败返回什么呀？咱们这块怎么的？还没写了吧？成功返回最后插入的 ID， 看到了吗？所以，既然成功返回最后的插入 ID， 你能不能连续跟这表关联，再插入另外一个表，对不对？另外一个表是不是就可以借助这个 ID 啊？对吧？关联这个表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一起操作了？所以，成功返回最后插入的 ID。就是这个成功返回最后的 ID， 然后这边写着第二个参数，第二个参数如果是假值怎么的全处理，然后如果使用数组怎么的数组中写什么字段，对哪个字段就不处理，全不处理，默认值是真值，真全处理，对不对？它是一个对默认值，好吧？所以以后大家插入数据很简单了吧？只要表单过来，一定要这个是直接进去了。对不对？当然咱这里边还有一个机制，咱们得到后边讲验证的时候讲，所有的表单你还可以自动去验证是不是唯一啊，是不是非空啊，然后是不是什么两个密码是不相同啊，对不对？还可以完成自动验证，听懂吧？还是它的功能。好，这是什么？这插入的方法，对不对？再保存一下 insert PRT 吧。那除了插的方法，咱下一步就是什么？对，更新的方法。更新的方法这个要比插入复杂的多。你现在你能想出来的更新的语句咱们都可以组合成，只要你能想得出来的，听懂吗？比如说咱们大家经常写更新的语句 up dt 更新，对不对？然后这肯定是什么表明，对吧？然后设置什么字段，字段一等于什么值，对吧？中间又多隔开，对不对？对吧？然后你没有 while 条件吗？你不写 while 条件的话是不是全部更新了，对吧？然后你还可以写很多条件，都哪些条件呢？比如说就一个条件一个更新就完了吗？没有别的吗？ update 的语句就这么简单吗？记得我这里边是这么写的，问号查询帮助吧 CRET 就是 update， 你看一下 update 的语句可不简单，这样不光是有设置字段 while 条件，还有什么Old by limit， 所以咱们这个 update 可以跟 old by limit 一起组合用。那个说跟那个有什么用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将最后五条数据，它的什么性别都改成男，这样的语句你该怎么写？最后五条数据性别都改成男，你不能用两条语句写吧？最后五条，怎么找到最后五条？倒序限制五个，对不对？可以了吧？那还得加条件吗？最后比如说条件是年龄大于30岁的最后五条更新，是不是还得加多少条件，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得用 old by limit， 对不对？比如说我将最后五条，你看啊，最简单应用我这么写 $for 别去掉啊，这现在也去掉，现在咱们要写一个，你们可以随便说更新的条件，咱们都能完成。将什么用户表中最后是怎么说呢？性别为这样吧，就先这样吧。最后
怎么说呢？年龄，这样写吧，多写几个条件。年龄大于10岁的，大于十的，大于10岁的，然后怎么的？最后五条，对不对？最后五条的，比如说性别设置为空，我设置为二吧，行不行？随便写一个条件。那这个条应该怎么写啊？你看，首先是不是用户表啊？那它的什么得是不是得先写 while 条件呢？while 条件咱们现在基本说得很全了吧？然后什么年龄大于十的，这里边 age 大于十的，是不是这样？我知道写错了，这么写对吧？年龄大于十的，然后最后五条 order 按谁呀？按 id DES7 对不对？排序，然后 limit 乘个五，是不是这样？然后更新谁呀？将谁更新成谁呀？是八类的，这里边写上，你看前面东西都能说，update 里边能写什么呢？里边如果直接写字符串，那就是在写谁啊？你看啊，就是在写 set 和后边的条件之间的这个字段，那设置什么？比如说性别等于二，看到了吧？咱们执行一下，返回来的是什么？影响函数，你改了几行就影响几行，清楚吧？那我这块再打印一下，第一，dollar for USER 里边的 SEST select，然后 limit 不是这 ORDR order 按谁啊？IDDESC，我看一下这个对不对？那这块我也找一下，也加一个条件吧。行了，算了，不找条件，咱们。不要奇怪，前面没改不正常吗？我改的是年龄大于十的，这年龄是什么？是十啊，对吧？十写错了，我现在得查询。不查询这个，这加个 while 条件查询这个啊，刚才不把性别更新成二了吗？对不对？性别是二的，你看有没有，对不对？刚才这个看有没有更新记录，是不是五条已经有了，证明已经更新成功了，对不对？你看现在性别等于二的，就是刚才怎么的，咱们更新的，对不对？现在你看 ID 是不是都是大于十的？刚才咱们那个查询的条件不对，对不对？是大于十的时候再更新，对不对？刚才第一个列出那些都是十的嘛，听懂吗？那这个更新，那咱们一般的做更新最多的是什么更新呢？可不是这样的语句，对不对？这样语句咱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跟这几个组合，咱们最多的是什么样的更新呢？对，这样的，比如说。看平台啊，看这个，我随便点一个任何公告、文章啊，什么都可以。你看一下，一点修改，是不是调用一个是修改的界面啊？对不对？是不是修改的界面？我随便改一个字段，比如说文章标题改成是56565656，可以吧？你看，是不是直接变成5656了？在这个类别里边。那你可以感觉一下有一个什么问题啊？这样的表单去改怎么最方便？我觉得这么写是最方便的，直接拿过来，是不是一个表单提交也类似于这样的数组啊？对不对？
名字等于一行 W， 对不对？你 mail 等于一行 Y， 对吧？然后密码什么的，性别什么的，咱不变，是不是这样？但是这里边一定得有一个什么主键 ，ID 等于最后一条记录，刚才看到是多少？我先机器录屏了，比较慢。79对不对？对吧？我就将79更新成这样。79只要传内记录对不对？直接写谁啊？大乐福 user 里边的 update， 我什么都不传。刚才我是不是还传个东西呢？你看现在我什么都不传。能不能直接将这个表79行更新成咱们想要的？你表单传过来的数组是不是就这样的？对吧？直接我将它更新，所以咱们在表单里边一定要加个隐藏表单，得有个什么？得有个 ID， 清楚吗？这样提交过去是不是直接修改了？你看一下，返回什么的东西呢？对，影响行数，这样可以把它当成真假来处理，对不对？在这块，是不是一行？你看一下语句，对不对？设置名字等于这个 ，email 等于这个，年龄等于，密码等于这个，对不对？性别的这个 ，ID 是不是79？对吧？是不是更改过来了？咱想要的那个值，对吧？是不是这是最方便的？咱说这个是不是怎么用现在都可以了？你可以直接设置字段，也可以怎么的？直接更新，对不对？那这里边第一个参数存空，或者是存数组。都可以啊，你传什么都行，清楚吗？那第二个参数和 insert 那个第二个参数是干一样活的。那 insert 的第二个参数干嘛的？ insert 的第二个参数，第二个参数是不是处理，是不是处理表单里边数据的合法性啊？对不对？一样，默认什么？真。如果存假什么意思啊？全部处理，对不对？存个数组呢？数组里边写什么是什么，对不对？这就是 update。好，咱们详细说一下。update 可以和谁一起用啊 ？where 一起用，也可以和谁啊？可以和 where， 还有 order， 还有什么 limit 一起连贯操作，这几个，这没问题吧？然后主要是这个参数，对不对？然后如果参数指的第一个啊，第一个参数是字符串，怎么的？字符串啊，是字符串，则是 set 后面的什么内容？所以你想设置单个的，是不是在这里直接存字符串就行了？就像刚才这个性别等于二，对不对？我可以加逗号写多个吧，设置什么，对不对？前面是不是有组合条件，对吧？是这么完成的。如果第二个参数是数组，怎么的？直接使用，将数组里边怎么的？直接使用，将数组中主键，主键提出，然后其他的是 set 内容，明白这意思吧？假如说我现在就想更新 ID 是79的，我只想更新名字，你最简单办法怎么做呀？大家做一个 DAT 数组等于 ARAY， 对吧？只想更新谁的？名字，对不对？这里边 ID 是不是79的？然后呢，名字比如说等于123的，你看我直接这么一写，直接把谁一传呢？直接就解决了，怎么着 ？ID 等于79，名字等于123，那这条思路语句大家能想象出来了吧？是不是设置名字123 ，ID 等于79，对不对？
如果直接按主键更新的话这么做，如果非主键的话，其他条件你就得用 where 去组合，清楚吗？是不是啊？那就比如说，假设这样啊，你看一下，比如说到首页，这首页里边咱们是不是打印了一个东西啊？比如说这样的语句，你看一下啊，我到文章页面，写错了，我刚才那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我点这个文章，是不是下面都有浏览次数啊？14次，我再点一次，是不是它上去了？再点一次。是不是点击量都在增加呀、啊？那这样的话咋用这个做呀、啊？首先你得知道文章 ID 是不是75啊，对不对 ？ID 75，那这样的语句咱们就得这么做，这样，家乐福，这个是文章吧，对不对？里边调用 where 条 ，where 条件谁啊 ？ARAY ID 是不是等于得？Dollar for get 传过来的谁啊 ？AID 是不是找到对应你修改哪篇文章啊？然后谁啊 ？Update 这个自传名是谁呢？是 VIEWS 等于 VIEWS 加什么？加一，是每次执行一次这个语句，它是不是就被加了一次？对吧？直接用这个不就可以搞定了吗 ？Where 条件组合，这就是插入和更新。就这么些细节了，基本上你想要完成的更新语句咱们都能做到，能做到吧，对吧？那更新语句完成了，那咱再看一下谁啊，对，删除语句这里边 delete 删除，删除就很容易了，你现在想怎么删除你随便说，咱就能组合成，它可不单纯的就是按条件删除，对不对？还是刚才那说，最后插入的5条记录删除。你刚才说最后5条记录更新吧，最后插入的5条记录删除，你不知道 ID 的时候，不知道最后5条的时候，你怎么去删？那咱现在就可以这么删呢 ？User 里边返回的也是怎么的？影响行是吧？最后5条怎么的 ？ORD 啊 ，O 的按谁排序啊？ID DESC 倒序对不对，然后 limit 谁啊5条对不对，然后谁啊 delete， 你看一下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影响5行，你看是不是 ID 这个 limit 5，所以它是可以跟 order 和 limit 是组合的，对不对？但是这种用法咱们说有用的时机，对不对？咱就得写，但是用什么最多呀？其实直接用 where 条件居多，那最方便的就是什么呀？ user 你加个 where 条件，你想写什么条件，那前面什么条件都能写了， delete 你能写出的条件就能按条件删除，是不是这意思？对吧？那不写 where 条件，这个 delete 里边存的就是什么，也是 where 条件，听懂吗？所以直接写就行，我直接写一什么意思啊？第一条删除了吧，所以咱们一个一个删除的就是直接把 ID 直接到了符下进什么 get ID， 是不是能直接把传过来 ID 直接删，是不是可以做到这点，对吧？那有没有咱复选框选多个一起删的，有吧，传过来是不是数组，那直接放什么，它这里边支不支持直接数组的方式 where 条件，咱讲的方式的第二种是第三种，对不对？你直接到了符下划线 ，post 的数组，你传过来的是什么？假如 DL， 是不是？是不是直接全你传过多少个 ID， 直接全删的，对吧？这两种方法是咱们最常用的，知道吗？返回的也是影响行数，这种用的比较少，但是都支持。咱们也是按这个完成的，问号 ED， 只要是帮助里边能列出的，是不是就最全的？对吧？
这里边只要有的咱们都可以删，明白吗？所以说你随便说的四个语句咱们都可以解决，因为语法上支持咱们就能够组合成，清楚这点吗？而且里边你删除的 ID 也好什么也好都是问号的参数，清楚吧？删除语句，插入语句，更新语句。那现在这里边咱们还差什么语句啊？啊，还没有呢，还有这个呢。对，做分页的时候你是不是得要个总数啊？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是哪个表你想要总数，可以任意组合条件。一般的这俩条件你这么写啊，比如说啊，先组合一个条件等于，比如说这个条件你怎么组合呢？假设我是一个数组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只要是一个条件外的条件是不是就可以啊？你看啊，假如说是 ID 大于5，对吧？然后并且啊 ID 小于30，可不可以这么写一个条件？然后你看我可以直接替 user， 你看输出总数量 user 里边谁啊， TOTL 直接传就是什么while条件，如果不这么直接传的话用谁啊？对，用 while 条件。这样的话是不是按条件去查询呢？但是这个总数它没有必要跟什么排序组合吧，你全排完之后再要个总数，有这样的吗？是没有啊，对不对？也没有必要跟 limit 什么组合吧，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它是单独的。那这个获取总数，然后你为什么说这个单独写出来啊？你看 p self user 里边谁啊？ while 条件，这个 select 什么意思啊？对，你把条件写在一起了，是不是这两个用同一个条件呢？对不对？同一个条件的数量，同一个条件，对不对？这俩通常用，所以要写一个公用的，不然的话你这是不是得写两遍呢？是不是这意思啊？特别是能做系统什么分页的时候，对吧？17个，你查查下边是不是17个，因为按同一个条件，你看一下，对吧？总数是不是用这个获取的 ID 大于5，是不是这样的？嗯，做分页的时候通常用总数，你直接用这个就可以把它调用出来，所以是很简单的一种方式。那咱们再往下来看一下，这是总数啊， FAND 干嘛的？对，你不管怎么查只能查出一条来，它和 select 写的条件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就查一条，清楚吗？但是比 select 也不多什么功能啊。一般的咱们查单条都什么时候用啊？是不是修改的时候用啊？对吧？这块保存一下，是 totl.php 保存总数的。那你看查找 dollar for DAT 数据，打印一下 P dollar for DAT， 然后等于 user 里边用什么 FIND， 你只要传一个 ID， 比如说79，只找出什么来？传个 ID 是不是只找出一条啊？假，没有79的，有谁啊？60，中奖几率太低了，55，看一下这里边是什么？哎，有79啊，但是刚才我直接删除了吗？啊，把79删了，对不对？78，啊？我刚才删除5条吗？啊，删了5条，删了5条，那就看一下，嗯，70应该有吧。嗯，70是不是有？是不是一条就出来了？你现在它可以任意去组合，你怎么组合都行，对吧？ while 条件你随便去写，跟原来一模一样，清楚吗？没有不同的。那现在我想让你这样的找到这条记录，你看怎么写啊？还是刚才咱们这个文章，你看是不是有下一篇和上一篇呢？对不对？下一篇和上一篇是不是有这样的文章？
那你取下一篇和上一篇文章你该怎么取？现在知道了 ID 是76，对不对？是不是知道这个问题了？那怎么取啊？嗯，对，那你这块就得怎么写了？你看可不可以任意组合？假如说现在咱们找就是70的上一篇文章、下一篇文章，对不对？那怎么找啊？到了 for user 里边，先是 var 条件 array， 现在这个 ID 是，假如说 ID 先当前的 ID 是70，对不对？找70的下一篇文章，对吧？下一篇文章应该是怎么的 ？ID 大于$ID 的，是不是这个？这个你不怕加变量，因为它会转成什么形式啊？是不是问号的形式啊？大于它，然后怎么的 ？limit， 然后，ordr 可以排序吧？按什么排序啊？按 ID， 是不是正序排序啊？然后再，其实你还用什么 limit？ 它默认不就是取一条吗？对不对？那你看一下，这个取出来的。我应该内输出吧，啊，输出了，哎，不是在这儿 ，ID 是70的，对不对？要是71是不是就对了？是不是71？如果咱把71删掉的话，那就是72，对不对？它不一定连续。那上一条记录呢？对 ，get 等于 $user 里边 ，var 条件，怎么的 ？array，ID。小于$ID， 对不对？然后 ordr 按谁啊 ？ID desc 降序，然后 fnd， 对吧？那你看一下，应该是69吧？是不是上一条下一条就有了？听懂吗？所以这个 find 不光是。正常咱们用的时候，像这样的话都是一些不算常用的例子。最常用的例子就是找一条拿过来，对不对？那里边直接传 ID 就完了，对不对？但是一定要记住一个特点 ，find 永远是返回一条记录。既然是一条记录，那永远就是什么一位数组，听懂这点吧？而 select 你查询的，哪怕就查一条，返回也是二位数组，不然的话没法处理，对不对？你还不能自动变，是一条记录变一位数组，自动变咱们是能做到的。但是 slide 有的时候你一键 slide 是不是就二位数组处理方式啊？你要变的话，你程序是不是就会乱了？所以这没写个变化的东西，听懂吗？嗯，好，上边的SQL语句咱先不看下边的，上边的SQL语句是不是基本上在这里边想完成的东西都可以了，对吧？那有没有完成不了的呢？有没有完成不了的？当然也有，对不对？是咱们考虑不到的。那怎么办呢？那我敢保证也能完成。怎么能完成呢？去不是 EY 看到这个了吗？你可以自己随意的写 SQL 语句，怎么写？看一下啊，这儿是 wfnd.php， 怎么写呢？$dt 等于 user 里边直接有谁啊 ？QEY， 它有哪几个参数？看好了，默认返回是真是假？它有三个参数可用。第一个参数就是你写的 SQL 语句，你现在想写什么 SQL 语句？查询行吗 ？SELECT select 星 from， 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哪个表啊？上面是不是已经存表名了？那这些传的表明还没有前缀，对不对？那我就知道系统的表明什么东西啊？用 user 里边有一个直接找 tab name， 记得 N 大写，直接从用户里边那个，它这里边不光有方法，还有个属性呢，就能把表明怎么的获取到，听懂这点吧？那你获取到 var 条件什么 ？ID 大于5，可不可以？对吧？但是返回来的就是我们想要的数组吗？没自动判断，你看好了，反正什么是不是真，是不是查找成功啊？怎么样的返回数组？你后边有形式，第二个参数，你想让它返回什么就返回什么。比如说我写 SELECT 什么意思啊？
前面用过的所有的参数你都可以写 select 什么东西啊，是不是用的返回二维数组啊，什么差别，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写这个呢 find 呢，什么是不是就要一条记录，对不对。那如果我这块写上 TOTL 呢，要的什么57条，是不是这样的。所以用这个方法前面完成不了的是不是它都能完成啊，但是你会考虑到是用这种方法怎么的，它不利于那个问号那个参数那个安全性，对不对。那假如这是一个变量怎么办呢，对吧，你不要写变量，需要值的时候你写问号就完了。那是问号我是不是就给传值啊，对不对。那需要第三个参数，就是给问号赋上值，听懂吗，按顺序去赋 ARAY。 你想赋什么，第一个比如说我第一个对应5行不行，第二个问号我对应20行不行。那你有问号参数，这里边哪怕是变量也会当值来算吧，对不对，不会有色格出入。写个大于5小于3似的，那你要是大于不写总数，这写什么 SELECT， 对不对，这不都有了，对吧。那如果你这会写的是音色的语句，这该写什么，音色的，你返回的是什么，最后抄的 ID。 如果是更新语句你写什么 update， 如果删除语句写什么，是不是这样。如果这些语句刚才咱列出那些都没写到，你这会为空或者随便写，返回什么，就是真假值，听懂吧。比如说你前面写创建库的语句创建表的语句，对不对，是返回真假值。所以有了它之后，前面组合的都没完成的话，是不是它都能帮你完成啊，清楚这点吗。那是不是所有漏网之鱼咱们都能解决了，对吧。这就是咱们的统一接口，这个好你可以用它吗，但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插入语句或者什么语句，有的你怎么写，你自己拍的组合不更麻烦吗，对吧。我只是这里边写了一个 select 的语句，你现在写插入语句你得怎么写啊，你插入语句你肯定得这么写吧，这块是你叫 insert into 插入到 $USER 里边 tab name 这个表，对不对。然后插入哪些字段呢， id name 年龄性别 email 是这个，然后微流值一个问号两个问号三个问号四个问号五个问号，对不对。然后这会得变成谁啊，得变成 insert， 然后这是数组五个值你得对应给传上，对不对，名字，对吧。然后ID 插入的咱就不要了啊，那这边少了一个呢，是不是四个问号啊，对吧。然后这块是 AA 名字年龄性别 email， 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这样的容易还是咱们用前面那容易啊，好、这就是刚才那个什么 QUERY.JP， 其他的漏网之鱼都能它解决，能用前面尽量用前面，对不对。前边哪怕你假设你实在完成不了你想要的语句，但是我想前边的一般的操作都可以完成，对不对。完成不了的怎么的，你再自己去用这个，好吧。下边几个咱一会儿再看吧，稍稍休息一下啊。